欢迎您查看 CDT 视角的百科词典，作风优良，能打胜仗。2023年5月13日，效果文化旗下的脱口秀演员 House 李浩时在北京场演出时，因形容自己收养的两条野狗追逐松鼠时作风优良，能打胜仗，被指冒犯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我去上海以后就收养两条流浪狗，严格来讲都不是流浪狗，我们是从家附近的一座山上捡回来了两条野狗。我看到他们第一时间，我感觉我不是在看狗，我是动物世界的拍摄现场。就两条狗追一个松鼠，像炮弹一样发射了出去。那你平时看到一些狗，你会觉得很萌，心都要被萌化了，你会想到这些词。我看到这两条狗的内心只闪烁出了8个大字，就作风优良，能打胜仗。首先是有政治敏感性过于强烈网民在微博发文不点名检举相关内容，随后又有人提供了 House 现场演出录音以证明其言论不当。5月15日，效果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，形成舆论声浪。随后 House 本人及效果文化相继发布道歉声明，但人民日报、新华社等官媒相继发文严厉批评，并将该事件定性为辱军，还强调听党指挥，能打胜仗，作风优良，每个人都必须敬畏。这完整的12字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新时代强军目标，或许这也是官方如此上纲上线惩罚这个段子的重要原因。最终，北京市文旅局对效果文化开出了1467万的天价罚款，并无限期暂停其演出活动。有网友计算称，一个字罚183万，这也堪称是史上最贵的段子了。这份声明还提到，在演出之前其讲稿就已经被审查过，是被 House 临时篡改了内容。就在效果文化宣布立马解除与 House 合同后，北京朝阳分局宣布对李浩时立案调查。不过另一类似事件的结果值得参考，2021年媒体人罗昌平因在谈论主旋律电影《长津湖》时调侃冰雕连，遭官媒围剿，微博禁言，最后被判监7个月。在这起事件中，跟风举报的气氛已愈演愈烈，例如很快有网民给出了 House 辱军的所谓确凿证据，老电影《上甘岭》中有一段志愿军抓松鼠的内容，但这个过于丰富的联想遭到不少网友的吐槽。更有甚者，号召要将 House 演出现场大笑的观众查出并处理，这条评论收获了500多次点赞。作风优良，能打胜仗。而一位微博网友因在相关话题下调侃，冰哥哥难道不都是狗哥哥吗，遭到了其他用户的举报，大连公安最终将其行政拘留。当然，有不少网友认为这场风波中作风优良，能打胜仗与辱军的关联根本就不成立，是典型的欲加之罪，即便要强行关联，那被侮辱的也是两条野狗。事实上，早在2018年，江西上饶公安便以山东戏犬自比，表达公安对党的无限忠诚。而河南商报也在2020年赞誉警犬队伍能打胜仗，作风优良。从当下的语境来看，这似乎也够得上举报标准。2019年5月，有一位豆瓣网友感慨，中国的大举报时代已经来临。它会毁掉教育，毁掉创造和文化，毁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毁掉所有自由进步的可能性。它不是将要到来，它是已经到来了。未来大举报时代下的脱口秀会变成什么模样？以宣传习近平思想为主题的通俗理论脱口秀，大道凌云已提前为我们揭晓了答案。相对于敌人而言，在我们国家，人民是指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，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。那从这个概念说起呢，我们都是人民。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，投稿地址请见本期节目的文字简介。阅读更多内容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.media。